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2007年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十余年来，我们穿行于山川湖海，步履不停。山水关注的不仅有青藏高原的雪豹，西南山地的大熊猫，横断山脉的滇金丝猴，还有雅鲁藏布密林中的云豹与兰花。基于扎实的在地工作，山水联合科研机构携手当地社区一起开展保护实践，让农牧民成为保护行动的主体。从社区监测到森林和草地修复，从人兽冲突管理到发展自然体验特许经营，我们深度参与国家公园的建设，不断探索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平衡。城市中的大自然也牵动着我们，与人为邻的河能否在高楼林立中寻得新家？传粉昆虫是否喜欢公园中的花？如何防止鸟类撞上玻璃建筑？以及怎样才能保留住公园池塘中的一片芦苇，撑起鸟儿过冬的庇护所？基于生物多样性数据和研究成果，我们开发了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 BIA 等系列工具，用来可视化和评估经济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希望通过示范创新的解决方案与政策规划以及金融等领域对话，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十余年来，山水累计在近50个社区开展保护工作，与20个城市项目点、13个自然保护区与3个国家公园开展合作，管理并维护了1147台红外相机，建立了28700平方公里的长期监测网络，共计1200名巡护员和志愿者参与其中。通过组织不同类型的公民科学活动，近万人次参与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中。截至2022年，全国物种分布数据库共收录到了2591个物种的近135万条分布记录，这些都为日后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提供了数据支撑。未来实现生态公平，将继续作为灯塔指引我们，期待有更多人与我们携手，给自然家园的守护者以力量。There's a disregard for the havoc of women's menstrual bodies. 因为这个有点害羞，害怕不敢跟父母说，不怎么清楚的吧。上课的时候嘛，就会那个印到那个板凳上，就感到很害羞那样起来的时候。Women have at least 2,500 days of menstruation in their life. About 10,000 pads need. When this number drops to zero, or very few in reality. Freedom.Is to be confined to the timescale of a few days of menstruation, to be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physical hygiene. However, millions of women around the world are actually suffering in their lives. 家庭也比较困难一点嘛，然后我们用的没有嘛，要卫生纸，不知道卫生间，
就用那个草纸折成三角形，折起来就那样用了。In their youth, girls who need to popularize physical knowledge only want to hide in the shame and embarrassment of menstruation. 在全中国呢，我们已经大概帮助过2000名的女性，还有七八所学校，但我们这是第一次来到云南。It is weak, but if we are willing to listen, it can be heard around the world. May every girl enjoy the care of her cycle. Less fear, less sha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我觉得新农人啊，他首先是要有新的理念啊，然后真正生活在乡村，真正生活在土地上，然后每一天其实都是特别踏实的，都是特别接地气的。你可以看到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一直到最后收获的过程，所以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职业了，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职业它是不分贵贱的，无论是你做一个新农人还是你做一个大学的教授，它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呢，反而我自己在这个新农人这个职业上，比我大学毕业之后或者博士毕业之后去大学里教书，或许可以做出更大的这个社会贡献。这几年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把这300亩的农场给做活了。就过去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我必须要有几千亩上万亩我才是能形成一个农业的收益，那我们300亩我们就形成了很好的收益，1000多万的销售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生态农业乡村振兴的一个，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一个突破吧。其实改变三农的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出一个乡村有活力的社区啊，我们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农场里快乐的生活，那这个东西一定会展现给更多人的。新农人绝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我们是在大量的和公共品打交道啊，什么公共品？比如说我们的土壤、空气、水，唯一一个把这种自然的这些资源和能源能转换成人可以吃的产品的这样一个职业。那转换成了这个产品呢，它又要一天3顿饭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坚持啊，同时在坚持的时候找到方法。